好像有点饿哈。嗯，你要吃什么？随便都可以。都可以哈、嗯。好，这个咯。好。好哈。怎么了吗？我不想吃那个。那你为什么要说都可以呢？都可以的意思是什么都可以，但是要选我喜欢吃的、啊。Baby， 我跟华生他们出去哦。嗯，去哪？啊，有女生吗？就明明他们呢、哦。哦，好。拜拜。你在口是心非啊！我说好就是不好，他如果爱我，就再多想一点。哎，宝贝，我跟你说，好了，等我打完电动再讲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没关系，你继续打。说出你内心真正的感受。可是男生打电动就会停不下来了。来，带上去跟他说。宝贝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怎么了吗？我每次都是装出来的。我不喜欢你打电动，我希望你愿意教我。宝贝，我很开心你愿意跟我讲实话，这代表你很认真看待这段感情。勇敢做自己。我不要你跟女生出去，我会吃醋。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你以外的女生讲话了。改变现在。不要你随便点，但是要点我喜欢吃的。我会一直点，点到你喜欢为止。就等于改变未来。Turtle Beach Stealth 700 Gen 2，让你跟你的队友沟通无距离。